经典名著有声剧《水浒传》第71回，忠义堂时节受天文，梁山坡英雄排座次。诗曰：光耀飞离土枯坚，天罡地煞降尘寰。说时豪气清机冷，桨处英风透胆寒。仗义疏财归水坡，报仇雪恨下梁山。堂堂一卷天文字，赋予诸公仔细看。话说宋公明一打东平，两打东昌，回归山寨忠义堂上，点击大小头领共有108员，心中大喜，遂对众兄弟道：宋江自从闹了江州上山之后，皆赖托众弟兄英雄扶助，立我为头，今者共聚得108员头领，心中甚喜。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，但引兵马下山，公然保全，此事上天护佑，非人之能。纵有被掳之人陷于雷泄，或是重伤回来且都无事，被擒捉者俱得天佑，非我等众人之能也。今者108人皆在面前聚会，端地古往今来实为罕有。如今兵刃到处，杀害生灵，无可攘下大罪，我心中欲建议罗天大教，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。一则祈保众兄弟身心安乐，二则唯愿朝廷早降恩光，赦免逆天大罪，众当竭力捐躯，尽忠报国，死而后已。三则上见朝天王早生仙界，世世生生再得相见，就行超度横王饿死，火烧水溺，亦应无辜被害之人俱得善道。我欲行此一事，未知众弟兄意下若何？众头领都称道：此事善果好事，哥哥主见不差。是啊，此事善果呀，哥哥此事甚好。吴用便道：先请公孙胜一卿主行教示，然后令人下山四边邀请得道高士，就待教气负债，仍使人收买一应香烛纸马、花果祭仪、素肴敬食，并合用一应物件。商议选定4月15日为时，七昼夜好事，山寨广施钱财，督并干办。日期一近，向了忠义堂前挂起长幡4首，堂上扎覆3层高台，堂内铺设7宝3清圣像，两班设28秀、12功臣，一切主教星官真宰。堂外仍设监坛、崔卢邓斗神将，白列已定，设方教器齐备，请到道众连公孙胜共是49元。是日清明底好，天和气朗，月白风清。宋江、卢俊义为首，吴用与众头领为次拈香，公孙胜做高功，主行斋事，官发一应文书符命，不在话下。当日教研，但见香藤瑞矮，花簇锦屏，1000条画竹流光，数百盏盐灯散彩，对对高张雨盖，重重密布床幡。风清3界不虚声，月冷9天垂沆瀣。金钟撞处，高公表尽奏虚黄，玉佩明时，都奖登坛朝玉帝。降霄衣，星辰灿烂，芙蓉冠金碧交加，
兼谈神将狰狞，直日攻曹勇猛，道士齐宣宝忏，上瑶台浊水献花，真人密送灵章，按法剑踏罡不抖，青龙隐隐来黄道，白鹤翩翩下紫尘。当日公孙胜与那48员道众都在忠义堂上坐轿，每日三朝，至第七日完散。宋江要求上天报应，特叫公孙胜专拜青瓷，奏闻天地，每日三朝。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时分，公孙胜在虚荒坛第一层，众道士在第二层，宋江等众头领在第三层，众小头目并将校都在坛下，众皆恳求上苍勿要拜求报应。是夜三更时候，只听得天上一声响，如裂帛相似，正是西北前方天门上。众人看时，直竖金盘，两头尖，中间阔，又唤作天门开，又唤作天眼开，里面毫光摄人眼目，霞彩缭绕，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，如烤老之形，直滚下虚荒坛来。那团火绕坛滚了一遭，竟窜入正南地下去了。此时天眼已合，众道士下坛来，宋江随即叫人将铁锹锄头掘开泥土，跟寻火块。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浅，只见一个石碣，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，有诗为证：蕊集琼书定有无，天门开合一糊涂，滑稽谁造风亨论，治理昭昭感后屋。当下宋江且叫画纸满散，平民斋众道士各赠于金箔之物，以充衬资。方才取过石碣看时，上面乃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，人皆不识。众道士内有一人姓何，法会玄通，对宋江说道：小道家间祖上留下一册文书，专能辨验天书，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，以此贫道善能辨认，已将出来辨知端地。宋江听了大喜，连忙捧过石碣叫何道士看了，良久说道：此时都是义士大名捐在上面，侧手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，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，顶上皆有姓陈南北二斗，下面却是尊号，若不见责，当以从头一一敷宣。哎呀，呵呵，幸得高士指迷，拜谢不浅，若蒙先生见教，实感大德，唯恐上天见责之言，请勿藏匿，万望尽情剖露，休宜片言。宋江换过圣手书生萧让，用黄纸誊写。何道士乃言：前面有天书36行，皆是天罡性，背后也有天书72行，皆是地煞性，下面住着众义士的姓名。观看良久，叫萧让从头至后尽数抄誊。石碣前面书梁山坡天罡星36元。天魁星呼保义宋江，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，天机星智多星吴佑，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，天勇星大刀关胜，天雄星豹子头林冲，天猛星霹雳火秦明，天威星双鞭呼延灼，天鹰星小李广花荣，天贵星小旋风柴进，天父星扑天雕李应，
天满星美髯公朱仝，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，天伤星行者武松，天力星双枪将董平，天劫星墨雨剑张青，天暗星青面兽杨志，天佑星金枪手徐宁，天空星急先锋索超，天宿星神行太保戴宗，天翼星赤发鬼刘唐，天杀星黑旋风李逵，天威星九纹龙史进，天鸠星梅遮拦穆弘，天退星插翅虎雷横，天寿星混江龙李俊，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，天镜星传火儿张衡，天醉星短命二郎阮小五，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，天败星火阎罗阮小七，天牢星病关锁杨雄，天彗星拼命三郎石秀，天暴星两头蛇谢真，天孤星双尾蝎谢宝，天巧星浪子燕青。十劫背面书地煞星七十二名，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，地煞星镇三山黄信，地勇星病尉迟孙立，地劫星丑骏马宣赞，地雄星锦木案郝思文，地威星百胜将韩涛，地鹰星天木将彭启，地奇星圣水将单廷圭，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，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，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，地阔星魔云金翅欧鹏，地和星火眼酸泥邓飞，地强星锦毛虎燕顺，地暗星锦豹子杨林，地轴星轰天雷林震，地彗星神算子蒋静，地左星小温侯吕方，地右星赛仁贵郭胜，地灵星神医安道全，地寿星紫然伯黄甫端，地威星矮脚虎王英，地彗星仪仗亲扈三娘，地暴星丧门神暴旭，地燃星混世魔王樊瑞，地昌星毛头星孔明，地黄星毒火星孔亮，地飞星八臂哪吒向冲，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，地桥星玉臂将金大坚，地明星铁笛仙马灵，地进星出洞蛟童威，地退星翻江蜃童猛，地满星玉翻干孟康，地碎星通臂猿侯健，地周星跳剑虎陈达，地隐星白花蛇杨春，地翼星白面郎君郑天寿，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，地俊星铁扇子宋清，地月星铁轿子月和，地劫星花象虎公旺，地宿星重剑虎丁德孙，地震星小遮拦暮春，地机星操刀鬼曹正，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，地妖星摸着天杜迁，地幽星病大虫薛勇，地福星金眼镖施恩，地辟星打虎将李忠，地空星小霸王周通，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龙，地全星鬼脸杜星，地短星出玲珑邹渊，地角星独角龙邹润，地球星汉地忽律朱贵，地藏星笑面虎朱富，地平星铁臂伯蔡福，地损星一枝花蔡庆，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，地查星青眼虎李云，地恶星没面目焦挺，地丑星石将军石勇，地树星小尉迟孙兴，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，地行星蔡元子张青，
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，地烈星霍闪婆王定六，地剑星显道神玉宝四，地耗星白日鼠白胜，地贼星古上早石谦，地狗星金毛犬段景柱。当时何道士变验天书，叫萧让写露出来。读罢，众人看了，俱惊讶不已。宋江与众头领道：“彼为小吏，原来上应星魁。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。今者上天显应，何当惧意？今已数族上苍分定位数，为大小二等，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。众头领各守其位，各修争执，不可逆了天言。”众人皆道：“天地之意，物理数定，谁敢不要？哥哥，此乃天意，不可违了天意啊！”宋江遂取黄金50两酬谢何道士，其余道众收得精资，收拾轿器，四散下山去了。有诗为证：“忠义堂前起道场，净身单捆叫虚黄，京城赶得天书将，奉传龙章仔细降，月明风冷叫谈身，鸾鹤空中送好音，地煞天罡排性字，激昂忠义一生心。”且不说众道士回家去了，只说宋江与军师吴学究、朱武等记忆，堂上要立一面牌额，大书忠义堂三字，段金亭也换个大牌匾，前面册立三官，忠义堂后建筑砚台一座，顶上正面大厅一所，东西各设两房。正厅供养朝天王灵位，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，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，第二坡左一带房内朱武黄信孙立萧让裴宣，右一带房内戴宗燕青张清安道全黄甫端。忠义堂左边掌管钱粮仓敖收放，柴进李应蒋敬凌震，右边花荣樊瑞向冲李衮，山前南路第一关谢珍谢宝手把，第二关鲁智深武松手把，第三关朱仝雷横手把，东山一关史进刘唐手把，西山一关杨雄石秀手把，北山一关穆弘李逵手把。六关之外置立八寨，有四汉寨四水寨，正南汉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，正东汉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，正西汉寨林冲董平单廷圭魏定国，正北汉寨呼延灼杨志韩涛彭启，东南水寨李俊阮小二，西南水寨张衡张顺，东北水寨阮小五同威，西北水寨阮小七同猛，其余各有执事。从新智力旌旗等项，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，上书替天行道四字。忠义堂前绣字红旗二面，一书山东呼保义，一书河北玉麒麟，外设飞龙飞虎旗、飞熊飞豹旗、青龙白虎旗、朱雀玄武旗、黄月白毛青帆皂盖、飞鹰黑道。中军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、三彩九曜旗、28绣旗、64挂旗、周天九宫八卦旗、124面震天旗，尽是侯建制造，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，一切完备，选定吉日良时，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，挂上忠义堂段金亭牌额，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，堂前柱上立朱红牌二面，各有金书七个字，
道是常怀真烈，常忠义，不爱资财，不扰民。宋江当日大设筵宴，亲朋兵符印信，颁布号令，诸多大小兄弟各个管领，悉宜遵守，勿得违误，有伤义气。如有故为不尊者，定依军法治之，绝不轻恕。即开梁山坡总兵都头领两员，呼保义、宋江、玉麒麟、卢俊义；梁山坡掌管机密军事两员，智多星、吴用、入云龙、公孙胜；梁山坡掌管钱粮头领两员，小旋风柴进、扑天雕李应；马军五虎将五员，大刀关胜、豹子头林冲、霹雳火秦明、双鞭胡延灼、双枪将董平；马军八票旗兼先锋十八员，小李广花荣、金枪手徐宁、青面兽杨志及先锋索超、墨羽剑张青、美髯公朱仝、九纹龙史进、梅遮拦穆弘；马军小标将兼远探出哨头领16员，镇三山黄信、并御池孙立、丑骏马宣赞、景木案郝思文、百胜将韩涛、天目将彭启、圣水将单平圭、神火将魏定国、魔云金翅欧鹏、火眼酸泥邓飞、锦毛虎燕顺、铁笛仙马林、跳涧虎陈达、白花蛇杨春、锦豹子杨林、小霸王周通；步军头领10员，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、赤发鬼刘唐、插翅虎雷横、黑旋风李逵、浪子燕青、病关索杨雄、拼命三郎石秀、两头蛇谢珍、双尾蝎谢宝；步军将校17员，混世魔王樊瑞、丧门神鲍旭、八臂哪吒项冲、飞天大圣李衮、病大虫薛勇、金眼彪施恩、小遮拦穆春、打虎将李忠、白面郎君郑天寿、云里金刚宋万、魔着天杜迁、出林龙邹渊、独角龙邹润、花象虎公望、重剑虎丁德孙、没面目焦挺石将军石勇；梁山坡四寨水军头领8员，混江龙李俊、传火儿张衡、浪里白跳张顺、立地太岁阮小二、短命二郎阮小五、活阎罗阮小七、出洞蛟童威、搬江蜃童猛；梁山坡四殿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8员，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、母大虫顾大嫂；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、母夜叉孙二娘；南山酒店汉帝忽律朱贵、鬼脸儿杜兴；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、霍闪婆王定六；梁山坡总探生息头领1员神行太保戴宗；梁山坡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4员铁轿子月河、古上早石谦、金毛犬段景柱、白日鼠白胜；守护中军马军骁将2员小温侯吕方、赛人贵郭胜；守护中军步军骁将2员猫头星孔明、独火星孔亮；梁山坡专掌行刑刽子2员铁臂膊蔡福、一枝花蔡庆；专掌三军内探视马军头领2员矮脚虎王英、一丈青扈三娘；梁山坡一同参赞军务头领1员
神机军师朱武。梁山坡掌管监造诸事头领16员，掌管行文走习调兵遣将1员，圣手书生萧让掌管定功赏罚军政4议员，铁面孔目裴宣掌管考算钱粮支出纳入1员，神算子蒋敬掌管专攻监造大小战船1员，玉帆杆孟康掌管专造一应兵符印信1员，御笔将金大坚掌管专造一应旌旗袍袄1员，通臂猿侯健掌管专攻衣兽一应马匹1员，紫然伯黄甫端掌管专治诸疾内外科医事1员，神医安道全掌管监督打造一应军器铁甲1员，金钱豹子汤龙掌管专造一应大小号炮1员，轰天雷凌震掌管专一起造修漆房舍1员，青岩湖李云掌管专一屠宰牛马猪羊牲口1员，操刀鬼曹正掌管专一排设盐宴1员，铁扇子宋清掌管监造供应一切酒醋1员，笑面虎朱富掌管专一驻梁山坡一应成员1员，九尾龟陶宗旺掌管专一把捧帅子旗1员，显道神玉宝寺。宣和2年孟夏4月吉旦，梁山坡大聚会，分调人员告示。当日梁山坡宋公明传令一了，分调众头领已定，个个领了兵符印信。盐宴已毕，人皆大醉，众头领各归所拨债份。中间有未定执事者，都于宴台前后驻扎听调。有篇言语单道梁山坡的好处，怎见得？山分八寨，旗列5方，交情魂似骨肱，义气真同骨肉。断金亭上高悬10绿之碑，忠义堂前特贬金书之额。总兵主将山东豪杰宋公明，协赞军权河北英雄卢俊义，诗谋运计吴家亮号智多星，幻羽呼风入云龙是公孙胜，五虎将英雄猛烈，八跳旗悍勇当先，马步将军弓箭枪刀遮路，水军将校猛冲战舰相连，八寨军兵守护山头港坡，四方九寺招邀远路来宾，掌管钱粮连干李应柴进，总持飞豹太保神行戴宗，飞符走席萧让是圣手书生，定赏行刑裴宣为铁面孔目，神算虚还蒋敬，造船原有孟康，金大坚赤印信兵符通臂猿，造衣袍铠甲，黄甫端专攻衣兽，安道全唯物救人，打军器驱使汤龙，造炮石全凭临阵，修漆房舍李云善布弼马朱蒙，屠宰猪羊曹正冠席挑金踢鼓，宋清安排盐宴，朱富运造香疗，陶宗旺驻补成员，玉宝寺护持精节，人人戮力，个个同心，修言笑聚山林，真可图王伯业，列两副仗义书才金字仗，竖一面替天行道庆黄旗。梁山坡忠义堂上号令已定，个个遵守。宋江捡了几日粮食，焚一炉香，鸣鼓聚众，都到堂上。宋江对众道：今非昔比，我有片言。今日
既是天罡地曜相会，必须对天盟誓，各无一心，死生相托，吉凶相救，患难相扶，一同保国安民。众皆大喜，各人拈香以罢，一齐跪在堂上。宋江为首誓曰：宋江彼为小吏，无学无能，贺天地之盖在，感日月之照临，聚弟兄于梁山，结英雄于水泊，共108人，上服天数，下合人心，自今以后若是个人存心不仁，削爵大义，万望天地行诸，神人共戮，万事不得人身，一载永沉末节。但愿共存忠义于心，同助功勋于国，替天行道，保境安民，神天察见，报应昭彰。势必众皆同声共愿，但愿生生相会，世世相逢，永无断足。当日歃血誓盟，尽醉方散。看官听说，这里方才是梁山坡大聚义处，起头分拨一定，话不重言。原来坡子里好汉，但闲便下山，或带人马，或只是数个头领，各自取路去。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，任从经过，若是上任官员，乡里搜出金银来时，全家不留，所得之物借送山寨，纳库分用，其余些小就便分了，折磨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，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，谁敢阻挡？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报复小人积攒的些家私，不论远近，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，如此之为，大小何止千百余处，为是无人可以当敌，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区来，因此不曾显露，所以无有说话。再说宋江自盟誓之后，一向不曾下山，不觉严威已过，又早秋凉，重阳节尽，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，会众兄弟同赏菊花，唤作菊花之会。但有下山的兄弟们不拘远近，都要召回寨来赴宴。至日，肉山酒海，先行给散马步水三郡，一应小头目人等，各令自去打团吃酒。且说忠义堂上，遍插菊花，各依次座分头把盏，堂前两边筛锣击鼓，大吹大擂，笑语喧哗，觥筹交错，众头领开怀痛饮，马林品箫唱曲，燕青弹筝，不觉日暮。宋江大醉，叫取纸笔来，一时乘着酒兴作《满江红》一词，写毕并月河单唱这首词曲，道是：喜遇重阳，更佳酿，今朝新熟，现碧水丹山，黄芦苦竹，头上尽教添白发，鬓边不可无黄菊，愿尊前常许弟兄情，如金玉，统柴虎，御蝙蝠，号令名，君威肃，忠心愿平鲁，保民安国，日月长悬忠烈胆，风尘仗却奸邪目，望天王降诏早招安，新方足，
月和唱这个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，只见武松叫道：今日也要招安，明日也要招安去，冷了弟兄们的心。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：哼，招安招安，招甚刁安。只一脚把桌子踢起，钉作粉碎。宋江大喝道：哼，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，左右与我推去斩气报来。众人都跪下告道：这人酒后发狂，哥哥宽恕。众贤弟且起，把这厮推抢肩下。众人皆喜，有几个当行小校向前来请李逵。李逵道：你怕我敢挣扎？哥哥剐我也不怨，杀我也不恨，除了他天也不怕。说了便随着小校去监房里睡。宋江听了他说不觉酒醒，忽然发悲。吴用劝道：兄长既设此会，人皆欢乐饮酒，他是个粗鲁的人，一时最后冲撞，何必挂怀，且陪众兄弟尽此一乐。哎，我在江州最后误饮了反诗，得他气力来，今日又做满江红词，险些坏了他性命，早是得众弟兄见救了，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，如骨肉一般，因此潸然泪下。便叫武松：兄弟，你也是个小事的人，我主张招安，要改邪归正，为国家臣子，这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？鲁智深便道：至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，蒙蔽圣聪，就比俺的直多染作造了，洗刷怎得干净？招安不济事，便拜辞了，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吧。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，只被奸臣闭塞，暂时昏昧，有日云开见日，知我等替天行道，不扰良民，赦罪招安，同心报国，竭力施功，有何不美？因此只愿早早招安，别无他意。众皆称谢不已，当日饮酒终不畅怀，席散各回本寨，有时为证。虎视狼吞星已阑，偶抒心愿欲招安，武松不解功名意，直要纵横镇宇汉。且说次日清晨，众人来看李逵时，尚兀自未醒，众头领睡里唤起来说道：你看看你铁牛啊，你这黑厮，你昨日大醉骂了哥哥，今日要杀你。我梦里也不敢骂他，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吧。众弟兄引着李逵去堂上见宋江请罪。宋江喝道：哼，我手下许多人马都似你这般无礼，不乱了法度，且看众兄弟之面，记下你项上一刀，再犯必不轻恕。李逵惹惹连声而退，众人皆散，一向无事渐进岁终，纷纷雪落乾坤，请客银装世界。正是网友访戴之时，袁安高卧之日，不觉雪晴，只见山下有人来报：离寨七八里，拿得莱州借灯上东京去的一行人，在关外听候将令。宋江道：休要直赴，好生叫上官来。没多时，借到堂前，两个工人，八九个灯匠，五辆车子。围头的这一个告道：小人是莱州城差工人，
这几个都是灯匠，年历东京着落本州要灯三架，今年又添两架，乃是玉鹏玲珑九华灯。宋江随即赏与酒食，叫取出灯来看。那做灯匠人将那玉鹏灯挂起，搭上四边结带，上下通计九九八十一盏，从忠义堂上挂起，直垂到地。宋江道：“我本待都留了你的，唯恐叫你吃苦，不当稳便，只留下这碗九华灯在此，其余的你们自借官去。筹凡之资，白银二十两。”众人再拜，恳谢不已，下山去了。宋江叫把这碗灯点在朝天王孝堂内，次日对众头领说道：“我生长在山东，不曾到京师，闻知今上大张灯火，与民同乐，庆赏元宵，自冬至后便造起灯，至今才完。我如今要和几个兄弟私去看灯一遭便回。”吴用便见道：“不可，如今东京做工的最多，倘有疏失，如之奈何？我日间只在客店里藏身，夜晚入城看灯，有何虑焉？”众人苦谏不住，宋江坚持要行，不争宋江要去看灯，有分教。舞榭歌台，分为瓦砾之场，有卧花街，便作战争之地，正是猛虎直凌丹凤阙，杀星夜犯卧牛城。毕竟宋江怎的去闹东京？且听下回分解。